PS5 如何加好友 PSN 好友， PS4 也可以参考。首先按手柄的三角键来到上面那层，找到自己的头像，按一下 X 键，来到第二项叫个人资料。我们注意一下，左上角是头像，右侧是名字，下面还有一个，这是 ID， 我们要记住下面的 ID， 把下面这个 ID 发给对方，对方去搜索这个 ID， 你俩就可以加好友了。发给对方之后怎么加啊？摁手柄的 PS 键摁一下，不要长按。下面这一排图标第四个叫 Game Base， 这个位置有一个叫搜寻玩家，就是查找玩家，在这个地方输入名称或者线上 ID， 我们就直接输入线上 ID， 就是那个名字下面的那个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但是自己不能加自己。那怎么看自己已经加的好友呢？还是先来到自己图标，选择个人资料，摁 R1 键切换到好友，下面就是所有的好友。看见的这个名字只是他的名称，叫哥哥啊，这个叫安迪，只有点进来之后才能看见他的 ID。 你学会了吗？